出发老肥村。我丫丫姐只有三天时间，9号回来，10号又要比赛，跟着上暑假班了。上高速，上高速。你们找一下那个私房钱在哪里？这么蠢呀，都找不到了。我们还小，不懂。是喽。怎么可能？杨凯。这么高喽。我来看。你看，你看一下那边有没有？娜娜，娜娜姐看一下那边。那。在哪里呀？那你们两个滚这里。装起来，装起来！他那是他的老婆本，他要讨老婆用的，你们。老婆用的，装的这么好，热闹死了！憨憨宝宝，喂，放上去，热闹死了。来，你们横着睡呀，横着睡呀。枕头有啥用？他们不用理，不用理他们的，不要理他们。那快，你们怎么睡啊？哦，我的脚太长了。不用理他们的。没有那么快，把航航放上去，给航航睡中间。来，航航来，半夜要不要我帮你开空调？咦，这么高呀？没有，现在先开冷一点，等一下再调高就得了。提前冷的。航航，你要睡这里吗？我也要睡这里。哎呦，我睡这里，我睡这里。啊，我把六香那时候2岁前去你妈那里，又挤。四个人睡一个房。航宝宝，你妈说你要不要睡这里？啊，买一身跟你们，就是我个小男子。那娜姐，等一下把头发解开来睡啊，真的睡不舒服。明天我统一给你们绑头发啊。对，明天要洗不洗头？明天来得及了，明天要去那个。洗澡了，睡觉了啊，睡觉，等一下明天起来玩了啊。明天要去忙喽。对，我们去玩。所以去洗头先，散头发先。啊，那个男二号说我绑那个头发像李牧草。那我也要洗头哎。要废了，姐。那你在上面晒一下，洗个头。不用的，个个都洗，你们都晒，反正洗两个洗的话，水先下就洗。我要爬上去炒了吗？那我在下面洗算了。我们去睡觉喽。肯定是的，房间是你怎样的啊？然后上三楼，现在人家没有招那个了。那没有说阴天是吗？没有了，我怕阴天冷睡觉。没有。那阴天在哪边放？那么阴天。盛世美颜，来 ，Hello， 这是我的盛世美颜，这是我的，好难听，我之前有，哎呦，这是我的盛世美颜，后面有三个小姐姐，你看，这是狗把戏有用吗？好了，睡觉了，好了，不要那么兴奋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有点精神到明天去玩，对，大家晚安，小可爱们，晚安。刘先生没有收是没？我说了。不睡。等一下，我再说一次，晚安。晚安。仙女们晚安。哎呦，你们。Hello。笑可爱。哎呀哇。咦。咦。要没？啊。就会啊，你整天就会啊。Hello， 早上好，仙女。还有两个仙女呢。丫丫在换衣服，让她回去了。哦，干嘛？早上好。又说你在换衣服。没有啊。换衣服啊。等一下快。你先刷牙。你找姨妈干嘛？你老乱嘛。表姐在下面里了。她在那里干嘛？你帮我。她在那里刷，她在那里换衣服。啊，你帮我带表姐去吃早餐啊！叫她乖乖吃早餐，不吃早餐给鞭子给她啊，好不好？不能，她吃早餐不能。她吃早餐了，不能给鞭子啊。嗯。好的，那我换衣服跟你去玩，好吧？如果她不吃早餐就到。哦，那你吃了没有？
家早上好，我已经到达老回村现场了。乡下去看那几个小咸鱼，给他们梳一下头。哎呀，宝贝，吃早餐了吗？你们没有，下楼吃早餐，快点。耶，刷完牙换好衣服去吃早餐先。吃完早餐再梳头，因为梳头可能要的时间有一点多。帮你们三个梳，你们把教。